拖鞋，好可爱哦，真好，天桥超大的啊，真的要等的，很硬。大脚丫的不是很发现了日本的 IKEA 竹子桌子，这边居然就有卖，这里这里，快点上面上面，来了来了，干杯！安妞这边们，现在呢，我正在银座，那我们先要去 UGG， 然后买我的雪靴。昨天那个店员帮我们有预定了银座店的 UGG， 然后才有我的尺寸。那如果脚比较小的，24号以下的脚，就在表参道买就可以了。我现在第一次来银座，觉得蛮新鲜的，平常不会特地来这边。然后听说银座都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场所，这里有选内哦，啊，旁边还有 BV、LV， 哇，这是大百货公司吧？对面有 Tiffany， 选内哦。好吧，我对精品大概就不是很熟，就这样吧。那我之前有听说，人家说来银座绝对不能穿拖鞋，所以大家就是要记得穿得好看一点来。啊，冷不冷？不冷呢、啊。是啊，我穿冲锋。今天日本变冷了，风很大，还有点飘雨。开始下雨，要多好。到了，蛮好找的。这边到了。它这边多了一个这个，好可爱。还有这个耶，豹纹的我就不喜欢，但这个好可爱啊，10450，很少用，好可爱哦。这只是装可爱用的，这个也是。啊，这顶好可爱哦，这顶要24000。来了来了，帮我。真好哎。拉起来的。价格在这里。对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。买好了。嗯。价格是24000，就是免税后的价格。买好了，好开心哦！而且它原本是写26400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含税还是未税。然后就我们刚刚结账免税之后是24000，算起来大概台币是5500左右，不到6000，所以蛮值得来买的，开心。你做店蛮高级的感觉。好，反正我们今天任务第一个是成功。我们现在在涩谷，哈，天桥好大哦，天桥超大的。那我们刚刚从那边出来的。哎，等一下哦。我要怎么下去呢？哇，我们走对了，还以为在另外一边，看不清楚方向，蛮厉害的，我们还是走对了。他说这间店很有名，应该会等哈。啊，真的要等的，走吧，后面排队。
有名的店，你看，嗯，好、哦，嗯，看起来楼梯下面还都要排队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下午两点半了，怎么还有？啊，哇，不然我就要吃星巴克了。我们先放弃了刚刚那一家，我们来了附近的荞麦面。妈妈刚好很想吃荞麦面，但要写中文你不要、啊、没关系，我看英文中文的 menu。 我要吃天妇罗的。我要吃这个、啊、全部都是荞麦面啊，你要哪个？选一个喜欢的，宝宝，那就是蔬菜的就好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就问他说这个地方怎么走。この場所への行き方は。この場所への行き方は。餐点来了，我的是天妇罗荞麦面，然后妈妈你吃什么？野菜啊？野菜。野菜的荞麦面。我的海老荞麦面也可以吃冷的，等等，看起来不错哦，但怎么夹得那么丑？看价格。哦，好，价钱。你很专业，现在都会看价钱。500块左右，哎，2277对不对？对，嗯，两个人500块左右，很硬。嗯，荞麦面很硬啊，跟台湾吃的不一样啊。嗯，可是大家都进来吃，代表是好吃的店嘛。嗯，妈妈的野菜是有高丽菜的。我们碰巧来了涩谷的109这个大路口，人超多的。遇到好多扭蛋机，哇，这里还有那个三丽鸥的。哇，我现在已经不扭扭蛋了，还有摩斯汉堡，好可爱。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哎呦，好啦，我今天终于遇到我的尺寸了。好了，昨天本来没买到的那一双，今天也遇到。哎、欸，昨天两双都没有，今天两双都有。一双2002R，台湾卖4000多，这里3400。好的。然后好像款式还跟台湾不一样，就是台湾没有。现在尺寸好不容易可以了，昨天太大了，一个大脚丫的也不是很好买。对、啊，而且本来想要跟妈妈买母女鞋，结果她说这个没有女生。好不好看？可以吗？而且尺寸刚好，哎、欸，你的鞋子已经快松了。那你要帮我多弄一些鞋柜啊。你的 size 就是了哈。size 那已经。size 那已经到是设计那里。size OK。siz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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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。size OK。好了，好了，我觉得 OK 了。给大家看价钱是14800。退税后，悲伤。2002拿。这边在这边。哦，你的名字。对，嗨嗨嗨。他很贴心，他帮我们套那个防下雨的。嗯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，你跟他提。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装了那个防雨套，很贴心。好嘞，今天购入第二双鞋，又是一个采购日。现在四组，所以他有日本队的球衣，蛮可爱的。还有写日本代表哪天踢球。好了，我
们今天买的这间 ABC Mart 的 Grand Stage 可能是旗舰店，然后是在涩谷，不知道我们乱绕的。那我们就买好了，昨天买不到的今天都买到了。大脚丫很难买鞋子。哇，我们发现了日本的 IKEA 就在这个对面，我可以逛一下吗？好啦，逛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们去逛一下。他说这边的涩谷 IKEA 两岁了，很年轻耶，疫情前没有耶。哦，卖圣诞树哦，一进来就看到他卖圣诞树，好可爱哦。哦，妈妈，他居然有卖这个桌子， Oh my god， 天哪，大家，我们大家超爱的那个竹子桌子，这边居然就有卖了，欸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大家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都要找韩国代购买啊！哦，这是竹子的，很便宜啊，1699。不，啊，代购不贵吗？很贵啊，这个才400块，对不对？哇，很重哎！哎，哇塞！哎，大家突然有点羡慕日本人，难怪日本人的房间那么漂亮。这不帮你寄还不行？你看那个，就是这个，嗯，它是还有另外这个深色，它这个竹子做的哦，它是竹子做的，然后上面是玻璃，天然素材，使用天然，使用竹子制作的。我的那一个是从韩国代购的，我有一个，看到了，对啊，可是这个好像比我的小哦，哦，我妈一直想要那种木头板凳，你要带回去吗？带不回去吧，它是定住的啦。日本的 IKEA 是卖热狗，而且有4种口味。哇，这里好酷哦！它7楼有卖这个像松饼。嗯，它这边整栋哎，到7楼对不对？它就是往上。嗯嗯，其实没有很小间哦，整栋的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个藏寿司，想说我妈不饿，我们就可以吃少少的，看看日本的藏寿司跟台湾也不一样。7楼是不是？这里，哇，这个超小的电梯，哇，这有点，才4个人。哦，天啊，这好像很久以前的那种日本很旧的那种。它还可以6个人。啊，这里可以6个人，超小哎，大家看，这里要挤到紧绷哎。哇塞，要不改。7楼，藏寿司后面，哦，有的样子哦。妈，藏寿司我应该就很会吃了吧？好啦，你今天给我踩到雷。我们今天中午吃那个荞麦面有够难吃。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？我们这个电梯感觉比较好哎。我们走一个缝缝来，好，去吧，你去跟他说不得理，不得理。哇，又这样子的吗？哇，抽号码牌吧？是吗？对对对，因为你吃多少付多少啊，因为它上面写的预约机。好，好，按发去。二4号，人数2名呢？啊，对对，哎呦，受不了。4号桌的意思啦，这里这里，啊，好酷哦，好有趣哦，这里好自动哦。哎，我在台湾很常吃哎。哦。哇，第一次来日本吃这种寿司。又是什么？跟你说，下面有酱油吧，跟餐具。他把酱油跟餐具藏在这个下面。好了，那我看看这边跟台湾有没有一样。
一样的哈。哎、欸，这个能按吗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按到了什么？他教你。我教你。好好好，按然后。我不带眼镜，好不好？我看不到。哦，下一页，下一页，对，好，跟台湾很像。下一页对，很像很像。我要吃，你自己吃先点。我都是吃炙烧，你不，我不太吃生的。哦、我看到有没有卖炙烧？我刚有看到纳豆哎，这里有炙烧。啊有，啊有这个。这个乌龙面我都吃这个。那你、啊、不要，我不要吃这个，对不对？不要。嗯、对对，嗯。我想吃，看这边有别的。你就这一种就好。那就点一个，这样吗？皱、嗯、纹吗？对。皱纹。然后嘞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来下一页，来了，快看快看！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快点拿，快点拿下来，快点快点拿，快点拿，不然会被带走啊，会挡到人家啦。那我呢？那速度好快。日本的炙烧很不炙烧哎，台湾的炙烧很炙烧。哇，速度好快，好好笑哦。好好笑，蛮好看你很开心哦，很兴奋哦。第一次吃这个啊，你小时候带我们吃过这回转寿司耶。妈妈小时候带我们出国吃过回转寿司，现在我带你吃，还蛮好玩的。怎么样，好玩吗？什么口味？什么味道？辣生姜味道。你没有生姜吃那么大口，你要吃纳豆单吃看看。哦，我的酒来了！我的酒来了，我的酒来了！哎呀，我的酒，妈妈妈！哎呀妈，好重哦！辣姜味，我差点忘了。啊抹茶吧，耶！我们的第二杯哦，很重很重很重，快点捧好捧好！只有我妈愿意陪我喝了。惊人的事情，我发现它纽带是 BT21 耶。我们刚刚找不到小碟子，然后我妈说她看到日本人都是直接挤在那个。直接挤在那个盘子上面，所以我们就入境随俗。台湾是有小碟子啦。好，我们要来干杯了。我们今天入境随俗。来，要讲什么？干杯！好，一二三，干杯！我是怎么没酒啊？啊。好吃喝吗？好喝，我的美酒，我第一次喝这么大杯的美酒，哎，蛮厉害的。这样够吗？好，五个了，第五个了。好，好这边。啊，日本的。哇，你输了，没了。哎、欸，你赢了，你呢？阿达利，哎、欸，你赢了，妈妈妈妈妈，快点上面上面，来了来了，哇，你好幸运哦，哎、欸，很少一次就中了，你赶快打开看看。哇妈，你好幸运哦。这是粉红色的，你。哎呦，你好幸运哦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才帮你拨开，你又把它夹回去。没有，我没有夹回去。不是，哦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是这个玩具哦，吊饰是不是？这样叫中奖哦。啊，而且是 RJ 啊，我看了。他大跟 RJ 的小孩啊，你那个小时候奖那个的 BT21 啊，啊、哦，好可爱哦。哇，你好幸运哦，第一次吃就中奖哎，这是新人运对不对？好好玩哦。一个磁铁吗？它是磁铁。你们
磁铁啊、哦。对对对。不过要中奖没那么简单。哦，这个很难中奖。哦，然后它被咬下去又吐回来给我。啊、哦，好可爱哦！我妈好厉害哦！大家知道，藏寿司很难中奖。耶耶，好幸运呢、哦。有没有对焦？ Yeah. 有了，你好幸运哦，恭喜！刷刷好，刷另外一边条码，再来一点，好。Okay. Oh. 这个价钱嘿， oh, okay. 然后按次哎 ，next， no， 我在弄，你有没有？回馈卡没有 ，Hanging， 啊、哦、这里，嗯哪里，横的，哦对对对 ，Seven 是跟我这样的。我们今天吃2265块，大概是台币的多少？4520，550左右，530。500多块，走吧，结束了。日本好自动，好酷哦，这跟 Seven 一模一样啊。哦，对，都这样自动的吼。哇，外面在拍照，看到 Spider-Man 的扭蛋，哦，可爱。涩谷的人潮真的超多的。哦，那里有这个电梯，好，我们走那边。好。涩谷人潮还真的超多的哈、哦，我们今天戴这个口罩，你觉得好不好戴？不好戴啊？你觉得韩国那种好戴？对，比较不会滑，对不对？还有你卖的那个比较好，就是韩国的、啊。好啦，我们吃完了，现在要准备走了。很幸运哦，好，因为又排队了。对，没有排到队。哎，要去按一下。要想到我们水源那一天一模一样，也是一出来，我们出来是7点，所以就排队了。今天行程怎么样？算是累累的，但是还是雷中有幸运，很圆满的。我觉得这叫做雷中有一点幸运。我们今天本来天气不好，对，因为今天本来其实我们计划来涩谷是因为要去 Shibuya Sky， 就是最新涩谷最新的那一栋看夜景的地方。然后结果今天天气超阴的，我们在吃那个荞麦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啊、哦，好像没办法去了。荞麦面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吃，就有点失望。可是还蛮多日本人吃的哈、哦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好奇怪啊、哦！而且还一直进来，一直进来，生意对不对？算可以啊。对，生意很好，就是一直有日本人进来吃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。可是我们就真的觉得还好，因为取消了那个 Shibuya Sky， 我们就决定在这边逛街一下，就逛了一下109旁边的这些巷子什么的，很热闹。好吧，那今天行程就到这边了。希望我们后天有机会去 Shibuya Sky， 我已经预约了，希望可以好天气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喜欢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中南区，拜拜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